欢迎各位来到这就是街舞第五季的录制现场。这期的主题叫做我爱街舞，本场邀请了四位街舞能力者和四位街舞爱好者和大家共同完成作品。别那么紧张，没关系，真的就重在参与嘛，对不对？不行啊，竞技体育没有就是参与的事儿，没有个胜负欲我来干什么。哦，我真的觉得太棒了，真的太好了，无懈可击。哇，高峰大哥还会 breaking 啊！这一组的编舞师真的还是很厉害的，每一个人的优点发挥到极致。如果你们期待这场 battle， 就再来一点尖叫声吧！哇，真热闹啊！第一次在现场就是感受这种氛围吧，大家都太牛了。我很喜欢这个氛围，而且这么健谈这么厉害的舞者，我很过瘾。太厉害了，好喜欢。今天我们火锅间收到了优酷街舞漂流瓶的来信，有一些对四位队长说的话和对节目组的期望，请四位队长各自去扭蛋机中扭曲，为我们读一下，看看网友都有什么奇思妙想和建议。成全哥先吧。我觉得你们的跟没办法跟第二季比了，一堆东西可以玩呢。这里第二季时候我们就是在化妆间那个门中间搭了一个，第二季可简陋了。Two， 李承铉队长呀，一下就你啊。哦，你好，街舞队长的身份还习惯吗？感觉如何？希望在节目中能看到更多您帅气的表演，也希望您可以更多的表达自己，很喜欢听你点评。其实我觉得我之前也说过，我陆导找我要做这个队长的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我犹豫了，我有资格当一个队长吗？我很喜欢舞蹈，但是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像一波队长，我觉得雨欣就是有一个扎实的一个技术在里头，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如果这一次是一个年轻人的一种 battle for hope，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对于这种艺术方面的是有一点经验的，那我觉得是可以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经验和对于舞蹈我喜欢的舞蹈的一种审美的，所以我来了，然后我感觉是很开心。其实点评的时候我还是在看 battle 的时候，我点评还是会有一点不自信，我还是希望我是可以再看几遍，因为我看不过来，就是哇，太多事情在发生。像作品的话，我比较有把握，是因为我是很投入在看整个故事和一些小细节和编排，所以还是看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会发现啊，原来是这么精彩的。对 ，Zico 的这个东西怎么这么有感染力，这么顺啊？对对。那我来的这次会看到 battle 吗？明天有啊。Yes。哦，我明天。来，一博，好。啊，我自己的。哎，这么巧吗？啊。第五季，街舞如期而至，很开心可以在这个节目里继续看到你。今年的王队更专业、客观、自在了，很荣幸能够陪伴你的成长，见证你的进步，享受舞台，坚持热爱，不要受伤。好的，收到。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个祝福，心里对祝福和期待。收到，谢谢。今年他成长了，意思是成长的都能把你怼的。那他可是真是成长太多了，已经成长都可以老是怼我嘛？这你还想加钱呢？那不可能，不是一个 level。你倒立，然后你就没有表情，你可以吗？哎呀，多扯几句呢是吗？没有，不是扯，我就行啊啊！都定完了，定完了。编剧有歧义吗？没有，不敢，我不敢。没有，现在不敢了。你现在是总，你现在是总导演，我现在不敢了。哎呀，这个感觉真好啊！原来咱不知道，这两位撺掇我们 battle 了一把。事先说是 routine， 然后我们就在很短的时间里排了个 routine， 真排了。你们两个排个 routine？ 对，他也排了个 routine， 我也排了个 routine， 我就临时改成用脚踹他耳朵，就全改了。后面还放炮了，穷放炮。我本来以为这样过去就算了吧，
结果四个队长都给了温默，五个队长那天还有大张伟，五个还有大张伟。哎呦，而且那天我注意到了，王一博说，哎，应该不会那么巧都判温默吧，然后就跟大张伟说温默，然后就 freestyle， 因为我是完全不会的，他比我好很多，我就随便弄了两下他就上了，然后拉满了。各种招，又是玩帽子啊，又是这个什么，哎呦，玩帽子真的是假的，都老招老招了，哎呀，感觉他为了这一幕练了一年，何止一年啊？那个白头赌注是一博说的，谁赢了谁就是总导演。上场之前，王一博跟我说，我说那个我不会 freestyle battle， 他说五年了，你看都快看会了吧？想想哈，有道理啊。来，雨欣，还有你，好。哎呦，我安全降落还是的。哇，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每一个都这么准。我的是，在这街二认识了你，也看着你一路成长，我也从本科生变成了博士生，希望我们都能在自己的领域做到极致，一起一步步的走向更大的舞台，一起努力，共同进步。嗯，是啊，咱也是街舞也是见证了陪着雨欣成长啊。哎呀，说陪着有点大言不惭。对，就是还是要确实要感谢街舞的，因为确实我所有的第一步就是街舞开始。嗯，所以就是。回到这就是回家的感觉，确实是回家的感觉。但是其实我们跟雨欣是很早，15岁。然后刘雨欣是那个节目的第一集第一期第一个播出的，有点虎，稍微有点虎。来吧 Vanessa 哥，OK，哇，还真巧，这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没办法吧？看下一个是谁的，是吧？没了。哎，你们就准备了四个。哦，那就是安排好了，在那个管道一个一个上呀。我觉得他们挺贴心的，就是他们因为 Vanessa 哥和炫炫哥的有拼音，上面就是姓上面都很。对，想问一下节目组未来有没有机会古迹队长合体？今年总决赛有什么惊喜？五季的队长全部凑齐，哇哇！五季队长全部凑齐，就是搞一个世界街舞大赛哦，四个赛区，每个赛区三个队长。最好还可以联合起来，把日本的、亚洲的和欧洲的、美洲的这些，就直接打世界知名舞团。我们所有的队长是一伙的，代表着中国街的舞者对抗的，比如说像那个什么 King J's 啊，什么假面舞团啊这种。哦，可以。这个要花点钱了。多少钱？